好，来第二组，糖糖，我跟我急死人。要用粤语讲啊？就粤语真的急死人了。先来，你来吧，来验一下你，自证一下清白，好不好？你要来吗？你来吧，你来，来，三个。好，来，好来啊，准备三二一，五分钟计时开始。哦，好难，我来。你这个，好累这呀，你这个。刚刚有说出来啊，呢个啊，呢个是假的，fake，假的，no real，几多个字啊？for example，我是真人，我系旁边啊有一个一模一样的。杜莎夫人蜡像馆。什么玩意儿？杜莎夫人蜡像馆。哦，这都能猜出来？哇，你好厉害！你太哦，卧底。卧底。答题了，绝对答题了。我只是答题快。好。某个字。五个字。一个。中国古代的一个小仔啊，武大郎，有一个好大的容器啊，哇，飞马光，对，司马光砸缸，姚晨杰，你也做咩啊，姚晨杰。我在分辨他讲什么都已经很累了，你去讲，我讲你们就更完蛋了。我们就想完蛋。那我表达得很清楚，是不是也给点分啊？你没有分就是洗脱嫌疑，也许。但至少张新成，我觉得洗脱嫌疑了。对他答得好快，我不是卧底，我更洗脱了吧？姚晨姐嫌疑重了。我们接下来是两个人了啊。先是杰哥和杨迪吧，来，你觉得他已经洗脱了是吗？我肯定洗脱了呀。那我换你，啊行，你也要自证了是吧？你要自证，对，自证一下，对。我觉得糖糖姐也洗脱，我也洗脱了呀，我洗脱了吗？没有怀疑过你，没有怀疑过你，没有，想多了，没有怀疑你，没事。稍微怀疑一下嘛。没有什么好怀疑。跟沙哥比的话，你是洗脱了。哦。如果最后是你，我跟你讲。大跌眼镜，大跌眼镜，把我们吓疯。哦，好，那个日本松，日本一个五高，腾蹦蹦的张人浪眉腾彷徨。你要唱歌啊？是啊。几个字？四个字。日本松。那个乔峰啊，乔峰。乔峰的。腾蹦蹦的张人，天龙八部。嗨。哦。你卧底打这么快干嘛？厉害！你刚刚这儿又很慢，你那儿又很快，你要干嘛？你这样很快也没有用。不是这个卧底提前拿到题了，就还提前拿到题了，还几个字？武功，武功，四个字，武功。功夫之王。唔系，系那个王家卫，王家卫，章子怡演过。一代宗师，一代宗师，一代宗师。答对，你嫌疑洗掉了，你洗掉了，是吗？他现在正在游戏，一代宗师，我也要答对。哎，五个字，哦，五个字。哎呦，我不知道他不知道我。但是呢，我们两个不打不相识。哦，你是聪明的女人啊！你好利息你啊！我们呢，合作愉快啦，合作愉快。现在有点分不清了，我感觉大家好像都是好演员，因为大家都在为了证明自己不是。哎呀，口水我说干了。只要一玩游戏，大家可能劲儿就起了，就不管身份了。对，胜负欲全出来了。不管是不是卧底，对。接下来新城小宋比划吧。这轮选四个人参与答题。行，那我上。前面啊，你们只猜出了8道题，所以这轮只要猜出4道题就可以拿到线索。妈呀！五分钟计时开始。哦，要不功夫，功夫，四个字。刚。不能比划，蛤蟆。蛤蟆功。No， 四个字，是个什么人？人名呢？对，三名。要养。穿的拖鞋。哦，那个火焰，不是火焰甲，演火焰甲那个人是谁？火影忍者。火影忍者。
上龙十八掌打败嘅蛤蟆功，蛤蟆功，火云，火云啊，嘿嘿嘿嘿嘿，火影火神，火影忍者，呀呀呀呀，怎么有人打火影忍者？啊，这个，妈呀，这好难啊！几个字？几个字？四个字。四个字。我表达不清楚。我好清楚。四个字，一个成语。我说的话不是我想全。词不达意。哇，这个难猜啊，这个难猜。他讲得很清楚啊，我听成了死不答应。我就是不答应。啊，几个字？几个字？两个字，两个字，两个字。猜什么？最后三十秒啊！我想虚。虚是什么？虚，你很虚。我想表达。哦，他想说。我以为你很虚啊，来。但我不敢说。开不了口。不不，你几个字？两个字。但你开不了口，你想？我想讲，但系我唔敢讲。雌雄。第一个字，冇关。冇关。五关中一个，第一个字。你肯讲，我帮你讲。呀呀呀！配音配音，翻译翻译。你想讲，我帮你讲，我系你哋咩啊？代言啊！代言咯。互联网咩啊？五个字，互联网。嘴替，答对，犀利啊！嘴替，那你要讲是互联网的词。我们是二 G 的人呢，都不知道这个词。玩同款上会玩，下载会玩 APP， 随时随地都可以玩到客栈同款聚会游戏。请坐吧。最后你们只答对十道题，没有答对十二题，所以不能获得线索。而且刚刚最后一题超时了，不能算分。有人在过程中拖延的时间，卧底配合得很好。啊！哇，刚刚已经很努力了，好不好？你们觉得是谁在里边有问题？那肯定不可能是我吧？沙哥真的前面的那个慢呢，是有点太慢了。前面慢的有点离谱。不是他们坏，他们让我第一个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如果我是卧底的话，我第一轮我也会特别慢，因为后面我也觉得会来不及追。我为什么总是这种命运？后面几轮我再去重视我的清白也是可以的。我不踩任何人啊，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，我不是人吗？你不踩任何人，马上话锋一转就指向我，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杨迪。因为杨迪确实是很会玩，综艺这一块杨迪已经玩到出神入化了。迪哥演卧底演得真的很好，骗你的时候还少吗？今天真的不是，但反正我肯定是个好人。就刚刚知道，不会给你安排这么重的任务。你们有看到大家有卧底之间对暗号的诡异的行为吗？啊，对暗号，诡异的有一个我观察到是张杰和那个林峰他俩有击掌。我们呢，合作愉快了。那我也击掌了。那个击掌这不正常吗？对，这是我的一个 style。感觉沙哥现在很努力，想把那个目光推向其他人呢。会不会是你呀，林凤？哇，你们肯定不是我。哇，你的眼神好像是你耶。你为什么觉得是他？因为我刚才说他的时候试探他一下，然后他眼神有点飘。飘。